陈新伟写给妈妈的一封信。妈妈，你无所不能，妈妈，你一父一母，女儿我在外漂泊，只能报喜不报忧。愿今年回家之际，一个大红包送上，卸下沉重的负担，带你一起去旅行。欠你的东西太多，永远都不能还清，只求你健健康康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